来，大家好，我是曾子茂。今天我们要验血统，来，我们来抽这期的整容。然后今天我准备了13张 HD 的美发卷，应该13张，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，对，13张没错。我们来看我们13张会不会抽到我们想要的眼睛。当然，想要的眼睛啊，应该不可能，应该不是13张就能抽中的、啊。就是这游戏啊，我们来看看可不可以抽到我想要的那个什么主医啊？主医好像是傲娇吗？对，应该没记错。我们来看我们今天抽不抽到傲娇眼睛，用这13张 HD 来的整容卷。每个都有期限，13张，没错。OK， 因为我之前就自己乱玩过一抽，所以现在有一个东西可以来卡一个位置，我们就来卡这个表情吧，至少不要再抽到同样表情。OK， 我们第一抽，好去，喂，发生什么事？来，低抽，阴沉，哇，正常，有的。OK， 第二抽，又是你，刚抽回来就有了。第三抽，这是所谓的轮回吗？阴沉，又是你。再抽，第四抽，这什么奥斯卡问号？有点恐怖哎。我们把伦多换掉好，毕竟我格子不多。OK， 还剩下九抽，再抽。冲！哎，第五冲，找到，阿旭 ，What the fuck？ 冲，冲下去，凌晨又是你，还剩八冲，来再一冲，轮多就见面了，还剩七张。忘记第几抽啊？去对，我们抽到了傲娇脸主一，我们花几抽？2、4、6、7抽，加上我之前没拍影片的3抽，10抽抽中傲娇脸，算运气好吗？你快存起来，不然等一下还不敢把它盖掉。这个三个五，难道我们是欧洲人？没关系，这些卷的用83号，如果之中还有出一些我蛮喜欢的演技，我们就抽抽看吧。然后今天的实况就到这里结束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帮我点个订阅，点个喜欢，然后点个分享，让你的朋友知道。然后我们这部影片就到这里哦，拜拜。